不见会猜忌，试探两颗少年心。虽路途多舛，彼此在侧指着天地际。对弈难互插，黑白之争难定下。长日清闲抚琴，听此曲，谁佳人如画？何必独上窗前花？依然自得又一下，盼从今长相守，共赏一帘风雅。那日烟雨朦胧，彩袖轻捧雨中，闲来煮酒对弈与君同。谁料窗外风动，扰我一卷清梦。锦绣孤影照金瓮，花影压窗几重，夜随云阳碧空，碧了一层重重风。只是泪眼朦胧，月下听君私语，从此不必分离。什么时辰？怎么还不见人影啊？哎呀，金大人莫急，来，坐坐坐啊！说是啊，你说这大房子什么人了？啊！哎呀，这信王日理万机的，耽误个一时半晌的，也属人之常情嘛。信王真是好大的官威呀，把这么多官员就这么晾着。哎呀，当年。他就是我手底下的一颗卒子，就因为娶了一个公主，都不拿咱们这些人当回事儿。大人慎言，有些话可不敢乱讲啊。哼，怕他做甚？这些年，他打着救助百姓的旗号，让这个乡绅捐粮，这事儿也倒罢了。他这主意，还打到了军营的头上。将士们有兵不练。有仗不打，终日守着那几亩田地种植粮草，说是啊，还美其名曰什么自给自足。他这一决定啊，不知断了多少商人的利益。我等今日请他来此，就是让他给在座的诸位一个满意的解释。对对啊，给一个满意的解释，给一个解释啊，必须要。林大人，王爷刚抵达府衙门前，扭头就走了。什么？走了？走了？他什么意思？听守门的侍卫说，公主失踪，王爷寻妻去了。寻妻？啊！这节骨眼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居然为了儿女私情，将我等晾晒在此。他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们？等这半天了。撤！是你自己出来，还是我请你出来？再给我些时间，我会给你个交代。他们行至巷口，便下了车，去了哪里，小人并不知晓。来，你接着往前走。
是，走，快。王爷，进都城。王爷，胡大人、金大人正在府衙等你，此事离开秉州，恐怕不妥吧？传本王的话，军务交给云林，府宅交给大小姐。魏叔，你率领一队人马，立即随本王追回宫城。是。现在就马上出发，你们跟着我多有不便。那经过两条街左转，到了长乐客栈，自然有人接应你们。嗯，事不宜迟，先行一步。走，走。您好，公子慢走。多谢。二位里面请。上。进来看看吧。哎。这是干嘛去啊？过来了，这么大阵仗。我来看一看这个月的账簿。好，在这儿。这是全部的吗？是的。最近的生意特别的火。嗯，香火。合适啊。嗯。缺酒友，酒友，啊，我只是酒友，那不然去试古董羹也行。您另请高明吧。啊？哎，去后边那车，这儿人多，去往后边那车啊。小心，小心，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慢点搬，来，接着点，慢点。敢问官爷发生了何事啊？秉州府日前溜走一名朝廷要犯，本王现在怀疑你们这戏班子混入了一名朝廷要犯。王爷，私藏罪犯乃是重罪，小人万万不敢行此忤逆之事啊。本王不会为难你们，藏与没藏一查便知。抬起头来。宝宁，跟我回家吧。能够顺利离开秉州，多亏了侯爷相助。我只是顺手帮忙，真正出谋划策的人是宝宁你自己。如今李谦掌控着整个秉州，在他的眼皮底下逃出升天，并非易事。若不是你将每一步都算计在内，恐怕此次出行，并非会这么顺利。侯爷肯借人给我才是关键。公主。公主，公主，快去皇大人府上，然后通知王爷，就说公主不见了。快去！
那名歌姬和琴客小马只能吸引李谦一时的注意，当他发现被骗的时候一定会尽全力来追击我，但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不仅没有加快出城，反而往回走。等他发现自己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。李谦向来足智多谋，只不过你是他最在意的人，他自然会大失分寸。不过我没想到的是，那名歌姬是侯爷的人。看来沁芳阁那一幕是有人故意而为之。宝莲，不重要。我跟李谦之间的矛盾与歌姬无关，事关两家上代恩怨，无论真相如何，从他冷落我、质疑我，甚至是禁锢我的时候，就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。江伯父德高望重，高清远志，想必他绝不会做出土寸一事的。也不是人人都有你这样的觉悟。这并非关乎觉悟，宝宁。如果真正喜欢一个人时，会迷失自我，丧失理智。何况这件事不可能是真，就算是真的，也一定会抛下一切仇恨。看来，对李谦而言，在他心中你没有那么重要。秦克和小满啊，我已经派人去接应了，不日后，你们便可在都城团聚。多谢，接下来的一段路程麻烦你了。你我之间，用不着这么客气。侯爷的人情，我一定会记得的。好。嗯。时辰不早了，启程吧。好。撤！撤！撤！告诉宝王，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奴家不知王爷在说什么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，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是公主。你说什么？奴家拒绝属实，不敢隐瞒。是公主说，只要奴家按照她的安排去做，这些银票就都是我的。他现在人在哪里？奴家不知。姑娘，你走吧。谢王爷。王爷，说不定公主现在还在城中，要不咱们折回秉州，全力搜城。完了，她现在已经在回都城的路上了。不可能，咱们日夜兼程，速度不慢啊。这千算万算，本王还是算错了一步。属下不明白。你若是明白，这姓王的位置便轮不到本王来做。回都城。翻不动了。哎呀，你快起来，要是被逮到我们就完了。追兵已撤，我们完不了。一切都按计划进行，如无意外，公主这个时候已经出城了。长乐客栈就在前面，快走吧。王爷，可是发生什么急事？糟了，我爹这几日也会到达都城。老爷也来了。嗯，他任职都城，自然不会在秉州停留太久。快马加鞭，赶在我爹到之前到达都城。好。哎，你有笔墨吗？有。王爷，有备无患吧。
此次入赌场不宜引起太多人注意，我单独出发，你快马加鞭将这份奏折送给陛下，其余人等先回李家待命吧。好。小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太后有什么吩咐吗？那该来的还是躲不掉。何人？高妙容。没想到千哥哥还记得我。你煞费心思引我来此，就是想证明我是否还记得你。千哥哥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好与不好与你无关。我们自幼一同长大，过去的情谊你都忘了？从你被逐出李家那一天，你我之间早已形同陌路了。难道你就不想问一问，这些年我是如何活过来的？没兴趣。我的钱袋。你果然是一点都没变啊。这只钱袋是他亲手绣的。还给我。你对他有情有义，可他却不这么待你，否则他也不会逃出李府。高妙容，你不要用那些惯用的伎俩来蛊惑我，没用的。那好，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现在身居宫中，深得太后信任。只要你愿意。我会帮你的。我素来不喜与虎谋皮，我们还是保持距离为好。告辞。
倩哥哥，太后逼迫我所为，山雨欲来，谁也躲不了。宝宁，这是随从们刚刚摘的，要不要尝尝？谢谢啊。嗯，怎么了？酸。我就甜，你尝尝我的吧。没事，酸是酸点，果味还挺香的。抱歉，我忘了我这个我已经咬过了。哎呀，路途艰辛能吃到这么新鲜的水果已经实属不易了，酸的甜的都挺好的。嗯，笑什么？笑你刚刚的样子特可爱。哎，你别又拿出那套理不可废的言论糊弄于我。若不是有当初的变故，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。世事无常，我们都被命运捉弄，我不甘心。哎呀，你最多只是不甘心。不是的，你和李谦在一起并不幸福，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他还能因为一块玉佩，因为寥寥几句话就不信任你，你难道不难过吗？而每次看你越难过，我就越想回到过去。如果当初我再努力一些，再拼尽全力一些，是不是现在就会不一样了？你真的应该放下过去，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宝宁，我要的幸福近在咫尺，就算现在得不到，我也会一直等下去的。再过半个时辰就要到都城了，我会亲自将你送入宫门。进宫之后，你我就要分道扬镳，你要是有什么事，随时派人去府中找我。宝宁，你且记得，无论何时，我都会一直等下去的。终于回来了，不知道外祖母身体如何了。老祖宗，怎么那么苦？不喝药怎么可以呀？不喝。孟姑姑，先缓一缓，等老祖宗把咳劲过了再说。喝了这么些时日也不见好，要不奴婢再请田医丈给您看一看吧。没有，老病根了，就是神仙来了也无济于事，就是不吃，我这闭眼之前能否再见到宝妮？奴婢这就写信派人给公主送去。不行，他们小两口敢过上几天太平日子。好，老祖宗不让写，奴婢就不写。宝宁回来了。素素，你不要哄我，公主真的回来了。你们两个呀。外祖母。宝妮，宝妮，是你吗？是我。这不是梦吧？不是梦，是我。
这怎么还生病了？无碍，小毛病。医生可看过了？看过了，也开了药方，正在调养。突然回来，怎么不派个人送个信进宫啊？我正想着给您惊喜呢，您倒好给我一惊吓。吃药了吗？这药呢？刚喝了一半。啊，把药拿来，我喝。好。真不愧是老祖宗的心头肉，公主这一回来，老祖宗的精神头立刻就好了呢。你老实告诉我，这些年外祖母身体到底怎么样？时好时坏，难以判断。李谦呢？他李谦没跟你一起回来。他外祖母。是你吗？万一这路上遇着什么危险，你说说，你个弱女子如何应付？不关你的事。不关我的事。你是我的妻子。从离开秉州那刻开始，我就不是了。你说不是就不是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我说不是就不是，干嘛要经过你同意啊？你非得跟我这么闹吗？不是，到底是谁跟谁在闹啊？好好好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说。要回你自己回家。我你现在就这般厌恶我吗？反正我们之间回不去了。等你气消之后，我再来见你。你别来了！我一定会来的。
苏苏，你可是又有什么烦心事了？宝宁夫妇的情况暂时也不清楚，还是不说出来，给他徒增烦恼了吧。没事，我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有点困了。那你就先去休息吧。问蝶，傅夫人去休息吧。怎么了？香道出事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走。别杀我！没事没事，我已经没什么事了啊，没事没事。怎么了？你可算回来了，冬至。别杀我！怎么了？大婶儿，大婶儿，没有没有人杀你啊，没有人杀你啊，放心吧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有人杀你。怎么回事啊？点蜡烛时不小心烧着了窗帘，起了些火，就封成这个样子了。那火灭了吗？自然是灭了。没有伤到人吧？没有伤到人。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没事。别杀我！东东，静安，快来，你力气大，把他抱回房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！别杀我！别怕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哎，回去玩吧啊！都散了，没事。火，火，来，来，大婶，来。追，追，追！站住！站住！救命啊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宝宁，
爹，女儿绝对不会让您蒙受冤屈。大伯父，展信安好，今有一事向您求证。爹，简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奉旨而归吗？不是，无照入都城，那便是死罪啊！你，我是追宝宁回来的。你这个逆子，你为了那个江宝宁，还要做多少蠢事儿？爹，公主怎么了？你现在就滚回秉州去。爹。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进宫。进宫干什么？讨个公道。讨什么公道啊？您不能进宫。这是我们李家已经沉寂了20年的冤屈，我必须进宫讨个公道。你说那个江宝宁已经回来了，那我就跟他对簿公堂。我要为你那死去的娘讨回公道。而今我要看看皇家还保不保那个江宝宁。无论当年真相如何，我不会再让您伤害宝宁了。你怎么到现在还糊里糊涂的？你这个逆子，色令智昏，是非不辨，为了个仇人的女儿还忤逆你的亲爹。宝宁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休了她。不休。你，我知道你是怀疑江宝宁的父亲是杀害张秀和的凶手，你让亲儿跟宝宁和离，你还要因此大闹皇宫，给张秀和伸冤。你还挺聪明啊，什么事情你都听明白了。你还当真以为我是愚蠢糊涂？我是告诉你，张秀和在你心目中位置很重要，你一门心思的为他报仇雪恨，这些我都能接受啊。但是你现在拿着全家人的性命去冒这个险，这事我不答应。江家是什么人家？江家功勋卓著，门楣高贵。别说那江振英已经为国捐躯，就算他还活着，你要怎么去讨公道？就凭你这手上一块小小的玉佩吗？你这些话呀，都是妇人之见。什么妇人之见？我告诉你啊，李长青，就算那江振英他是杀人凶手，那又怎么样？他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人，你要怎么跟他讨公道吗？难不成你要挖坟掘尸？难不成你要鞭尸凌迟啊你？那又何不可？当然不可。他是江宝宁的父亲啊，那又怎么样？江宝宁啊，可是青儿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耗尽家财才讨回来的宝贝疙瘩呀。他们小两口感情那么好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就一句没头没脑的报仇雪恨，你都不考虑小两口的感受啊你。眼和翠花，我看你是舍不得那个公主儿媳妇吧。你是怕太皇太后怪罪下来以后会怪罪到你头上吧？当年死的那个人不是你。爹，李长青，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如果当年死的那个人是我，只要我的儿女安康快乐，泉下有知，我是绝对不会让活着的人去替我报仇雪恨的。不必谢我，我只不过呢，是不想因为那些陈年往事，放弃了现在的荣华富贵罢了。好生收着吧。谢谢。王爷来了。外祖母，你太皇太后，王爷来了。孙旭见过外祖母。
外祖母，这是长白玄参，最是清热滋养。我想着对您身体有益，便带了过来。好，那难为你惦记我，坐下吧。宝宁，这天气转凉了，怎么不多穿点？屋子里挺暖和的，无妨。小心着凉。嗯。外祖母，孙旭就不打扰您了，您好生歇息着。好。宝宁，多穿点。嗯。哎呀，人老了，精神就是不行了。往常这个时候，咱们几个人还能摸几圈叶子牌呢。您今天就好好睡一觉，养足了精神，明天几圈叶子牌摸不得啊。哎呦，慢点。哎呀，坐，宝宁。外祖母有些话要跟你念叨念叨。嗯，人这一生啊，就要受些委屈，就算明明你有理，偏偏有些苦楚委屈，你要学会自己吞下。若事事都求得十全十美，趁着心意，那怎么可能？老天爷给你一部分，还会收走一部分，说到底还算是公平的。嗯，明白。嗯，嗯。外祖母的身体确实大不如前了，毕竟年纪大了，你有空就多来看看她。太皇太后一见到你，精神头就足了。宝宁，我有件事想问你，你可愿老实回答我？那是自然，你说。那日你和李谦，我都看到了。你和献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，外祖母是不是也察觉到了？我知你不想让太皇太后知道，你是不想让太皇太后她担心。不管怎样，你都该告诉我，我也好帮你出主意啊。行吧，我告诉你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确定没有看错？整个寿康宫的人都瞧见了，这迦南公主和新王两个人在太皇太后的膝下成婚，两个人好着呢。只怕太后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。这件事情确实是他委屈你，可他不管不顾追到都城，说明心里还是十分看重你的。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，以后的日子要紧，毕竟你们是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的。但我最近怀的是他根本就不相信我，也不相信我爹。啊，他是打心眼里觉得我爹就是能做出那等屠村之事的人。要不我让曹轩去找信王聊聊。哎，别了，不麻烦你们了。你赶紧回去吧，此刻曹轩在家等你呢。
夫君久等了吧。今天晚上信王入宫了，他和宝宁陪着太皇太后聊了会儿天。不妨事，我也是许久没看这穆安杂记了，今日重温啊，还觉得这书倒挺有意思。啊，对了，公主和信王怎么样了？一别经年，他们都还好吧？他们好像出了点问题，我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才行。太后娘娘，参见太后。不知太后娘娘召见，所谓何事？还能有什么事？这说来说去还不是那个李谦。你那边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制住李谦？李谦身为藩王，不曾奉诏，私自入都城，已经是大罪。更何况，臣还拿到了秉州各官对他的弹劾奏书。只要呈到了陛下的御案前，他便逃不了了。那还不快递上去？太后别急，这等大罪要等到大朝会上，让李谦在百官面前颜面扫地，这样才有趣。我已经筹谋已久，就算他再神通广大，也很难翻身。那就看你的了，本宫静待你的好消息。李兄，长兄，久违了，好久不见啊！一别多年，可不是久违了吗？来，快请坐。哎，先不必了。曹兄，其实我今天来有一件非常紧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。啊，你和公主的事情，素素都跟我说了。我今天来，倒不是为了这个。哦，曹兄，你也知道，当初我来都城不久，任的又是武职，这朝中的文官，我大部分叫不上名字。我知道曹兄你生长于斯，又是清贵之身，人缘一向极好，不知能否为我引荐一下？区区这点小事，自当效劳。来，我们坐下慢慢说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来来来，李兄。王爷。李大人。李大人。请。请。请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下官就不远送了。杨大人，这从今往后还望多多指教。王爷多多赐教。这些日子辛苦曹兄了。当初你们夫妇对我们诸多援手，我做这点事情怎算得上辛苦？二位都是安静的性子，想必日子过得还不错吧？也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吧。平平淡淡便是福，有多少人想求平淡而不得？其实平淡是最容易的，你让我一步，我让你一步，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？谈何容易？前面便是我府上，去喝杯茶吧，李兄。恭敬不如从命。走上。结果把他吓了一跳。陈公瑾还做过这样荒唐的事啊？我先走了。哎，宝宁，你是我的客人，他是曹轩的客人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再留一下可好？哎呦我，哎呀，你先坐下，没事啊。王爷，今天您大驾光临，也算是我们家蓬荜生辉了。我现在就去厨房准备点吃食。我陪你一块儿去。嗯。曹兄，李兄，坐，坐坐。
但愿他们能把事情好好说清楚，冰释前嫌。坐吧，苏总。宝宁，别叫我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只需要在外祖母面前做做样子，其余时候就不用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。我先走了。我爹不是你杀母仇人吗？拉拉扯扯做什么？出来了，李谦呢？以后这样的事情别做了，我和他已经断了，我再也不想见他。那你快去送送公主，我去看看信吧。哦，好。好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去宫里没找见你，孟姑姑告诉我的。你现在要走吗？我送你吧。嗯。宝宁，一束光。